甲玻璃做青椒，将花艺融入宗教文化内面。玻璃花会展正式展开，配合花展开幕，主办单位嘛安排第十七集，嘛将做椒栽培活动融入，举办无肉市集。无肉市集除了环保素材设计商品，尤其是各类素食和素食，上界吸引大家注意。加一第十大位拢摆了满满的零雕，大家对素食会当好看佮好食是非常娱乐。优美的歌谣中，充满激情气氛的玻璃花卉展正式开幕。利用花艺，呈现玻璃花卉产业的特色，同时融入了玻璃做酒的文化。这场花展更加是非常有看头。90%以上拢玻璃的花吼，啊，结合这个宗教，会使讲全国吼独一无二吼，啊，足有看头的吼。啊，尤其是啊，有一个这个花轿吼，遐所有内底你甲看遐十出彩吼。拢是用花落去做的，这个豆彩吼，其实很可看吼。咱用真侪盆花来做装置，啊，配合咱玻璃的百年的做酒，啊，其实非常的闹热，嘛，做侪人来遮佚佗。我们只要口罩戴着，我们都欢迎大家啊来遮佚佗，来遮看看嘞。啊，咱有嘛有真侪动态活动。不只是风景美，这里也是我们农业育种的产区。另外，我们希望未来可以推动我们的育种到全台湾，到全世界。这里就是我们的农业小世贸，这里就是我们农业的核心。洋桂、地桂、鸡排，然后小鱼干，这个名称叫阿嬷的珠宝盒。为什么叫做阿嬷的珠宝盒？阿嬷珠宝盒就是打开让你觉得传统的口味。配合花卉展，主办单位安排嘛非常有特色的无肉市集，像这塑料剪出来素食，经过创意调理，口感就是无同款。市集有非常多知名业者前来摆摊。素食兼水果，强调健康营养的植物肉，拢非常受欢迎。蛮有名的、啊，就是素食咸水鸡，就是料都很新鲜啊，然后口味也很特别啊。我们都会在网络上 follow 他们会去哪里，然后我们就会追这样子。我们就是搭配我们的新鲜的蔬菜，然后还有我们用大豆与小麦做的一些素料。口味我们是用阿嬷教我们的胡椒盐，然后再搭配一些柠檬汁。然后下去做调配出来，用新鲜的水果这样子。哦，因为之前就有吃过植物肉，先帮我。我个人觉得这个口感还不错，它吃起来，我觉得还蛮有嚼劲的。有添加维生素跟矿物质的，所以吃起来的话，其实跟真的肉其实营养素是一模一样的，甚至它比它少了更多的胆固醇，然后比较多的可能多一些膳食纤维等等的，对人体健康是比较好的。无肉市集是玻璃顶头一摆举办特色花展。加上玻璃做酒当地栽培，吸引非常侪民众甲游客前来参加，对素食的印象嘛有了全新的认识。因为环保啊，减碳啊，我觉得跟台中的晴美绿园道有点像哎、欸，其实可以多发展。我觉得蛮好的，可以就是继续的推广，爱护地球嘛，对环保都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啊。而且可以再把它生活化，让大家都可以就是针对这方面来做。让世界更清洁干净，这样子。玻璃花卉展览将展出到12月20日，无肉市集将到12月7日。后续花展期间，也有其他无同款主题市集举办。玻璃顶公所嘛邀请全国游客来玻璃佚佗赏花。记者王嘉诚采访报道。